好，朋友们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明哥聊太极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开始今天的教学时间啊，我们开始教大家一路八极拳。八极拳也是内家拳的一种啊，你像形意拳啊、八卦、太极，这是三大内家拳。像八极拳呢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家拳啊。有一句话大家不知道听说没有啊，文有太极安天下，武有八极震乾坤。这个八极拳是一个比较擅长于它，主要是一个攻击的比较多。这个太极呢是化劲啊，走这个圆滑啊，它的特点啊不一样啊。八极拳呢比较凶狠啊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我们首先我们立正站好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向左转的时候呢，是以左脚跟为主，右脚以脚前掌为主转动，然后拿过来立正站好，面向左，然后把两手变拳上抬至胸前交叉。好，今天我们学这个一个动作，为了大家看清楚，我面向大家，那么两背抬起的时候在胸前交叉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么拳，关于拳我再多说一句，就是关于这个太极拳是空心拳，我们讲的空心拳啊。这个八极拳虽然也是内家拳啊，这个拳不是空心的，是实心拳啊，那就是握紧啊，握紧了、啊，这个大拇指在中指的中端啊，在中指的中端这个地方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先教大家这一个动作啊。喜欢我的频道的朋友啊，你呢可以订阅这个频道，这个我们下次呢再接着学。好，谢谢大家。